하나. 나도 해. 然后再扭过来点，刚才像刚才那样，对，怎么都要焦了？完了，是你在闪光弄吧？我，哎，我，哦，那你先，你先，没事，你就拍呗，正好拍到那个光，好像你拍长头发是比较适合你，主要是脸上有看起来有点肉肉，实际上其实脸够瘦了。已经够瘦了。我觉得如果拿出我自拍的那种表情就还可以。嗯，非常适合自拍。看下面，看下面，看自拍哪下面自拍那个表情。拍个正面，站起来。看不到后面那个表情。啊，恐怖！这个邓紫棋的发型，也没什么好恐怖的。啊，她真的是剃了的吗？这一半边？他推光了的，以前那个也推了的嘛，那个谁，脚开肌肉是吧？他真的会把这边推光，然后啊，是推的，他推这后面都推光了。哦，现在流行这样啊！糟糕，我刚才拍没有啊？你刚拍了没有？换啊！我这个我没观察的呢。完了。看起也挺那个。没开啊！我天哪！稍微太远了。往这里拍。不要太远。开就好了，干了。前面那个脚朝那边。那个脚从后面勾出来，这是吗？啊，从后面勾，对，靠着脚跟，脚跟往那边打一点，脚还要往后，看不到那个脚。脚尖往这边甩的太多了。这在贴是什么？这边甩的太多了，脚跟。来来来，平行，你要给我一个90度的垂直的角度。再给你再短一点才是好看的，就是你的头发太少了，再短怕看不出来发型。那个我侧面勾脚的，哪个侧勾脚的？头发很少。侧勾脚太细了，好像是。侧勾脚细很柔的那种。是太细还是太少？直接勾前脚，侧勾前脚。是这样吗？90度，90度垂直，对镜头90度，垂直。镜头90度，勾前脚，把那个脚挡住了。我查网上说，剃了之后还要自己再剃，然后再剃个半。再刮个两三次。哎，对对。你过两天就可以刮一次，过两天可以刮一次。刮个两三次，效果要很好。把双手弄太薄了，平衡力啊，太薄了，上太高了，太高了。稳不住，你这个脚老是在晃。好痛！不是，这鞋子本来就有点太高了，是不是？嗯，因为稳不住，就是一看嘛，那个角度不是特别好，有点偏，你看到没有嘛？不是很正，垂直自然的就是90度，就是有点左右偏的那种感觉，看到没有？哎，还没剪完嘛？还给我留一撮啊？为什么你要留呢？我让他剪啊！天哪！这儿到这儿凸出来一个头发，这儿又没有头发。你把这儿都要推掉，你把这儿都推掉。对，因为你是马虎，这都可以推掉是吧？可以用，稍微短了一点拍两次，拍靴子那些。干脆直接推直接，本来就是不够拢，就差一些。因为它这个鞋是35嘛，如果是36的话，现在这就光了。36就有点空。天哪！我前面挤头发。这是我的，要长4个月。这样，4个月长多长？可以做个比较正常的发型。鞋子都没有，鞋子它不比较正常的短发。多短？这儿到这儿。彩裙那种。哦，4个月可以长成那么长？那哪里长啊？所有人都可以长那么长，身体。真的？嗯。不一定要长得长、长得快的人才能长。所有人都有那么长，因为做那么多经验。跟哪家拍的？凡是是唱棚里面拍的吗？嗯，不是棚，就是内景。就是他们的棚吗？嗯。没有去外拍。海清那种还是挺有外拍的，有外拍的是我同学帮我拍的。就海清刚出道那种嘛。嗯。
但是我觉得他把你拍的有点胖了，是吗？当时可能有点胖吧。好像把你拍的有点胖。其实我跟你说吧，这个贴不会提伤头皮吗？这个你长得有点胖也好。嗯。这推子都几百块钱呢。真的？你在网上看几十块钱都有。嗯。几块钱不是很多。天哪！哎呦妈呀！我会。退完是不是在哪？还有同事。那我以后长这样就会多一半是吗？你多一半多不了，只是肯定比以前多，这是肯定的，只是肯定比以前多。你说要多多少，这个看人的了。那天那个女生头发很稀罕，就哪个？那天那个，这个短的就不要了。要有长的。那天可好稀啊！吃饭那个还好啊，那个有点乱。那天那个头发好细吧？下面乱的不要放上去。给。那天那个头发比他这个应该还要细。那卡太贵了，一张卡都是好点的要七八百块。就没有必要了呗，因为现在是 CD 卡的那个 SD 卡已经很贵了，已经很快了。他说国内没有生产这个芯片的 CF 卡吗？就是所有这个芯片，他说是不是国内没有生产的？有啊，都是国外的品牌的嘛。有啊，有国内品牌的，谁告诉你没有？东芝、索尼。没有没有有国内品牌，也一样贵，但是价格是一样的。这叫什么？这叫金士顿，是不是？啊，金色钻像也是国外的，还有几家，不可能过来的。工作时候哪有时间呢？如果有人拽我的头发，肯定就已经拽下来了。怎么可能你拿开拽啊？你要自己，不可能让他去拽一声。拽不下来。拽不下来。拽不下来。真的、啊？但是手这么厉害。你不要拉，只有往上接才可以。你直接这样拽是往下拉，也是拉不下来的。哦，他比我矮。你不要让那 A 生来拽我的头发，要主动拿给别人去拽啊。谁而且没事去拽别人头发嘛？准备打架。他们知道的人。知道的人，谁让你让他们知道啊？不是，他们就想就可能玩这个时候弄一下。哎，裙。冷的帮冷却，我戴那种孕妇帽。哎，可以。冷的话对头发也不好吧？嗯，对。对吧？可以玩手机没关系。嗯，对，我现在没电了，不能玩。赶快来充呗。嗯，等，这个弄完了下去充电。买个电源呢？移动电源那么便宜。嗯，没，就是没买呀，一直都，也不方便啊，四十几块，是，就是现在移动电源太大了，还是要革命一下。就是什么？太重了。就是看着很小都很重，对吧？现在智能机就特别不省电，这点就这样不好，最多用两天。因为肯定它屏幕大了呀，功能多了就不该呀、啊。按理说不该，为什么会只用两天？这也太……因为它屏幕大呀，以前那个屏幕好小嘛，而且它也没有可以手啊这样的可以弄过去弄过来。问题是、啊、好像你就是我不开它，好像也只能用两天。就不是，就是 不开那个，就是那个网络不打开的话，啊，对，也只能用两天。是、啊，因为它屏幕很大，你亮着就是，各种功能啊都不一样。他们的理发师一个月还是收入挺高的嘛？对。高的高，低的低，理发师像那种，
是像那种学校里边的老师。学校里边老师钱都不多，可以有钱的是那个，有钱的是、啊、老师钱都特少。我跟你说，有钱的是那些著名那些大的理发店里边那些首席啊那些，然后他一天到晚也在理发店里，也就在学校里边兼职。他那个兼职就跟你理发学校老师那个价格差得很远了，他那很贵的，请过去。那家吉利迪不是有一家吗？我问他们那个老师一个月拿多少钱，他说七八千。七八千，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的了，应该算好的了。而且很年轻，正常应该没有那么多。他们收的贵，他们培训那边。上次我弄过一次，这样刮着有点痛啊，忍住啊。就是不要动。就是、不是我这个，因为没有给你软化，直接给刮，因为等一会儿还要不再刮一遍了，所以说我就偷懒了。为什么不用那个呢？这个一动的话容易割到。没有给你加软化的。我为什么不用那个电动的呢？你看，电动的刮不了。电动的头发长了就不太好刮了。刮不干净。它是要头发短才好刮。这种电动的刮比这个要慢。这个就是你给我的那个吗？不是啊，这个是这个的。你刮不了啊，这个。这个会弄伤头皮。这个会伤到人的。这个一刀下去，这个可以杀人的。杀不了。杀不了，杀得了。嗯，因为它这个刀刃只露出来一点点。这个割的，那个动脉都一样的。它就割不进去了，只能割进去一点点。可以很长条口，但是它只能割很薄的。有那个，还有一把刀，那个刀就有这么那个有可以要割多深就割多深。那个可以杀人了。我就买了那么久，到现在都没怎么长，买一个多月了。啊，那就看你看中没有啊。他们利息都是一万多块钱了，你看中就无所谓，就怕你没有看中。一直没中。我姐这两天也在请客，她都不知道该请别人吃什么，一天到晚就吵着，叫那些人吵着让她请客。那时候生发展，兄弟两个。万科。发展长虹，长虹最高涨到60。长虹都不行。不，长虹是上海的龙头那波，1997年的那波。赶快拍张照。不拍了、啊、这个不是我说我自己自拍我说我不想拍这个不好看是吧啊上面电了、嗯、你充电器在这儿吗充电器我给你拿包是捡到的问题还是什么我刚才捡了没反应你必须得回去我还是力量没还要使劲儿，是不是？没掌握好力道，是吧？这是把新剪刀。新剪刀。确实很钝，我感觉这个剪刀。这个剪刀不好用，比我以前的剪刀差远了。这什么发型？这块？可能有一尺的样子，长度一点没差，刚好一尺多一点，33到34的样子。这个剪刀真不行，我刚才剪了一下都没反应，这剪刀很容易打滑。打滑会怎样？剪不动了，它就滑的嘛，没剪下。便宜没好货，自己拿去磨。不行，那钢材不行，就没办法。哇，这个头发，留一束，我寄给，就给你留这一束回去。这个有点成，这个很古典的，很配这个。留这一束回去干嘛？表示你以前还有头发。这个。那谁都知道的。这个发型好像那个那天来拍照那个模特那个发型，那天模特就是这个发型，就这种。那、啊、它下面剃了怎么？不，一边长一边短嘛，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弄到这个地方、嗯。不难看吧？那这个还挺好看的，哎、啊，我觉得挺适合短发的、嗯、短发的嘛我。那你短发一直有短发不难看，我不要。
但是有段时间我肯定是要留短发的呀。那是必须的。营养液还是挺贵的。有些人用了是吧？都长起头发了是吧？没有，做营养液是护理头发的，不是。但是头皮会堵塞吧？你现在一会儿要洗的。这女的其实挺胖的，有点胖。胖，圆，她老挺圆的。哦，她是挺。哦，这衣服是你们家的。就是婚纱的。哇。你看那个腿嘛，你看那腿好匀称，好直，好细，好长哦。这车展的时候的吗？我是个老外。这是老外吗？难道这个是中国人吗？哇，你看他，我以为是中国人。哦，我看一下，还没光头啊？就他一张吗？我的是光头。照片能发给我吗？啊、刘富兰。照片能发给我吗？这个照片不好看，发音量问题的呀。这个你的可以，别的不好看了、啊，那个女儿不好看。这个不在里边的，我的照片都发给我好吗？可以。好吧，微信上发给我哈。可以。啊 ，QQ 也可以，就用 QQ 发吧。我觉得你很喜欢你这个照片啊。不是啊，纪念嘛，我没有留。我觉得这几张照的还可以哈、啊，虽然手机照的还将就。你发给我就行。还比较正常的，要是头发多又黑的话，那才不来剃光头。是啊，我这有啊，人家头发多得很，也过来剃啊，没有什么。我像想的那样。他为什么呢？他是为什么就好玩吗？好玩，有的他就觉得这辈子一定要尝试一下剃光头。我不要。哎，是真的。迫于无奈啊。有很多是这样的。有的女生可能特别像我发型，做这个发型做出来真的跟我很像吗？嗯，她就是这个发型，说起来真的很像。要不要我把她照片发给你？不用。今天礼拜五，我身体硬号，你说是？再转一点。好，再转。啊。别忘了。别忘了摄像，摄像。摄像要试一下，来，慢慢再转一圈，转，转。